什么叫电流哈？我先让你感受一下，也就是说，那对着宏伟讲，你这样才有感觉啦。没有了，算了，会小怕电哦。来啦，你本来不是要示范吗？哎，不是，我要老的。你要对正大哥，我要老的。他钱财比较多，哎，现成的。拿过来，来，你看，你挖坑给自己跳了啦，正大哥。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以前我读小学的时候，对，我们那个每个班啊，班级都会选家长会会长。嗯，什么是家长会会长？就是说，就是老师那时候就会发，就是一个表格啊，你要写说你的爸爸，还不用写妈妈哦，或者说爸爸妈妈的职业，嗯，他的职称是什么？我印象很深刻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其实你这样子摊开来看，然后接着就是凭的这一张表，嗯，要来选家长会会长。嗯，那一般来讲哦，就是一定信任，好，对哦，好，他那个表格哦，都会带回去嘛，给爸爸妈妈，他们就是要投票嘛。那当然就是你知道，就是大家大人就会说啊，要看他的职业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家长会会长的功能是什么？是捐钱给学校，出钱出力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爸爸就有当过几任。哎呦，那个头衔是什么？他那个头衔就是一定就是那种总经理这种东西。哎呦，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看这个故事，我就想到说哇。我是不知道现代有没有家长会会长这种事情，可是有还有应该有吧？那你表格一摊开，你就会知道说到底是几号的同学哦，他的爸爸妈妈什么样的这个职业，他的家世应该是不错。好，阮同学一下，爸爸是总监，你爸爸模型哎，总监好。后来他就不想当那个家长会长，后面又加了一个熬。总煎熬，很煎熬，对，懂意思，就很煎熬，煎熬，就不太好，很难过。为了吴老师，我慢了一拍。吴老师，把懂讲成，把不懂讲成懂，这个叫行家。真的不懂，把懂讲成不懂，这个叫做专家。把两者都讲成不懂，这个叫老人家。谢谢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因为你当然就知道说，当这个表格一摊开，你就知道说谁的家是有家室的，爸爸做什么职业，妈妈做什么职业。所以我在推测啦，那当然是说，也许这个单亲妈妈，她今天想要找下一个肩膀，因为。我觉得有些单亲妈妈，第一个，她的孩子可以在人家家出出入入，她肯定在接孩子的时候，应该有看到家里面一片祥和，她大概会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。那有些女人，她的心态是属于那种，哇，这个家的这个和乐，好棒，好幸福哦，我也好想要。她把她想要抢下来。对，所以她会当然开始去幻想，是说，如果说今天她又知道说，大概会知道说这个，一家之主，这个男主人是做什么样的职业哦，这个妈妈也非常。照顾小孩，那一定就是兄友弟恭的这一种，那应该都是这个爸爸这个引导之下而有这样的家庭氛围。这个家庭氛围可能就让他开始有一些幻想，说他也很希望可以进入这个家庭，拥有这样的一个兄友弟恭的一个资源。所以我在猜说，有可能是他可能就是几次接了小孩之后，他可能对这个男主人有一些仰慕之情。那仰慕之情，我觉得哈。有些男人对这个仰慕之情是非常有雷达的，他就知道说这个女生对我就是有一种崇拜仰慕的感觉，那我要不要就顺水推舟，也让她顺便崇拜一下，就崇拜到床上去了。那你觉得是男生？刚刚吴老师认为是男生发动的，你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发动？我觉得这个我很难说啦，可是我就是说，如果推敲到说，当一个女生对一个有妇之夫有了仰慕之情的时候，其实男人多多少少都会 get 到。那他这个时候就要有的时候刚开始，像我自己在咨询的时候，外遇这些东西，很多时候是男人他不知道，他跟他的感情会发展到床上去，或者是不正当的关系。所以当男生刚开始有时候他就投以说啊，没关系，你仰慕我嘛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多给你一点关注力，反正我们很清白，我们也没有拉小手，我们也没有嘴碰嘴，我们也没有怎么样，他就会慢慢慢慢就觉得说，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我只是今天多跟他聊两句。你觉得女主人是怎么发现？哎，其实我觉得女人应该都是靠所谓的，她每天来接小孩啊，然后在我们家接小孩，他们怎么？可是我认为女人恐怖就是第六感的直觉啦。我跟你讲，你看那个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像我以前在补习班，我是做柜台的嘛，做柜台你就看到，你知道有些
老师他就是要送往迎来啊，哦，客人啊，就应该不说客人了，我们的家长进来了哦，你要跟家长讲个两句话啊，什么什么，你今天小孩子表现怎么样？那你知道，有时候送往迎来，就是因为我就是在补，就是在管补习班的人，我就会在那边看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就是会觉得说，嗯，今天这个男爸爸来。好，然后就开始跟这个老师就是讲到这里就好笑了，嗯，对，大家就心知肚明嘛，很想听下去，就是然后就说啊，老师啊，那我们今天孩子怎么样啊？其实也是问是一般般的事情，可是你就觉得他那个眉眼那个之间的那一种电流，你就会觉得哦，阿内讲不应哎，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就说这个老师把他调到后面去，这样，不要让他再讲一次，这样子就有眉眼电流，你可以有这样的权利。其实我觉得就像志伟哥，如果说你也是去安亲班接过小朋友吧。那当然不说志伟哥，可是有的时候我就是在柜，我们在柜台，我们要也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补习班的商的信誉嘛，这样子。那有时候对信誉、信用啊、信用啊，不是搞信誉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就老师走了。所以就是在门口看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，虽然说他们言谈之间都只是一些些跟功课有关的，可是你就会觉得以他们肢体的互动，譬如说今天啊。男生只是那种就是伸出个手啦，或者是老师只是就是跟他讲一下，可是你觉得那个对到那个眼睛，我就是会觉得这样子看迟早会出问题，所以接下来的就是会动用我的权利，说这个老师来以后你就是在后面给那个小朋友看功课就好了，不用到前面那个就送往迎来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哎出歹疾啦。先西雅，他现在有这种功力，他接下来在读性学研究所，以后你就知道。就是会觉得用胯下，我都知道你们在推什么原理。好可怕！那定然是直直往那展眼啊。看胯下就知道。所以哦，那个单亲妈有可能坐这个爸爸的车回去嘛，孩子坐后面嘛。那这个妈就坐爸爸送他去。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单亲妈是坐在他隔壁嘛。那那个位置是老婆的，但是一个单亲妈如果坐上去以后，发现哎。这个位置还不错，坐久了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所以就会想要那个月主代跑嘛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跟你讲，什么叫电流哈？我先让你感受一下下，因为刚刚欣喜啊讲得非常好，也就是说，对着宏伟讲，你这样才有感觉啦。没有了，算了，会小怕电哦。来啦！你本来不是要示范吗？哎，不，我要老的。你要对正大哥。我要老的。他钱财比较多，现成的。拿过来。你看，你挖坑给自己跳了啦，正大哥。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，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，或者扫描 QR code， 也可以啊按下订阅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请大家继续分享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